好，这个台美台风呢，跟东北季风的共伴效应影响之下，可以看到午后啊，在宜兰这边雨势呢是越来越大的情形。像是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苏花港这边，可以看到呢，路面上现在啊，后方的这些车经过的时候，其实都有点积水的情形。那么我们现在踩的这个地板上，可以看到镜头上可以看到我这个走过去，这个积水呢，其实已经到我的快到我的脚踝。再往旁边走这边的话呢，更深的一点有到我的过脚踝这边，甚至呢，如果到马路上面黄黄的这个地方呢，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清淤来不及，或者是这个排水系统没有到那么的好，因此呢，这边其实已经有到快到小腿肚这边了。因为啊，这个共伴效应影响之下呢，气象署呢是持续对宜兰这边发布了豪雨以及大豪雨特报的一个提醒哦。因为呢，在北部以及东部这边呢、这几天呢，可能会像是台风天一样，雨呢跟风可能会风强雨骤的情形。那么呢，宜兰这边总雨量是上看900毫米的，也提醒民众呢，如果要外出要特别留意。以上气象最新这把时间，交还棚内。